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普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95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起源系列的玩具 Europark 所推出的 D16。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连 Megatron 一起做的，就是它第二个形态。本来我想要连这个一起做，但是呢，这款我买了之后，结果组装的时候呢，发现了两手都是右手啊，所以中奖啦！今天只好单独给大家做这款 D16。好，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小科普，为什么它叫 D16？ 可能网上大家也看过类似的情报。D16 呢是 G1 的玩具 Megatron 它的一个编号 ，D 是 Decepticon， 它是第16个玩具啊，所以它的在店里头给它取了一个叫 D16 啊。那么这是它还在底层矿工的阶段。我们先看一下盒子的后面，其实它有把玩具的尺寸大小呢做的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 D16 呢，它比 Orion Pax 的话呢高了这个1公分的这个身高，其实在店里头这两个人的身高呢大部分看上去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几乎没有给人感觉差了这么多啊。那么呢，如果说相同的价格，像这个系列价格都是台币大概450到500块之间，你有没有发现买这个 D16 是不是最划算啊？那么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话呢，就是回到了标准身高的20公分，这是先前 Europark 系列的一个标准身高。大黄蜂现在也有一个Beaster， 就是万兽崛起的时候也是一个大概16公分吧。那比较意外的呢是这个 Elita One 啊，它的身高比蹦蹦比还要再高一些些。那么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个 Final 这个最终形态，也就是变成了就是这个是拿到了这个堕落金刚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变形齿轮，还有 OP 是直接拿到了领导模块。那最终形态的话呢是只有一个，看到没有，是一个线稿，所以还不知道最终玩具的一个样子。但无论如何的话呢，对我来说因为我已经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所以它的这几个周边来说应该都会全部把它给收起。那甚至呢，我直接告诉各位，如果说你行有余力的话呢，我会建议各位可以先收齐第一形态这几个，因为呢这几个人物呢都是不可变形的状态，而官方的玩具呢基本上都是像 SS 也好或是主线系列也好啊，都是主打可以变形的，所以说这几个不可变形的人偶的话，我想如果要官方自己做，你要他做到比 Europark 这几个的造型还要好看，我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了啊。那它的配件的话呢，可以给各位看一下，直接从盒子这里做个简单介绍吧啊。手型的话呢，又有三种，拳头张开，还有用手指头向前指。那么这个玩具本身的高度有15公分，其实个头非常的高，比官方的 Deluxe Class 的话呢要修长很多，甚至以这个头身比的话呢，应该说它的腿的长度，我们几乎可以说胸部以下都快要是腿了啊。这个整个腿部的一个占比的话呢，大概有将近2/3左右啊，非常修长。而这个本身我要这个要讲它的涂装哪里有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太过鲜明，太过漂亮了啊。这个银色的话呢应该还要再做旧一些，可能就是比方说稍微有点黄化或者是一些油污的感觉，可能会比较接近他在动画片里头矿工的身份了啊。那么他的一个胸口呢有一个缺口啊，缺乏了变形齿轮，他们不能够变形啊。但是呢其实这一款系列产品它是有附带一个变形齿轮的啊，可以把它给放进去，但是它是没有办法放稳的，你怎么扣都没办法扣稳啊，它就晃一晃其实就会掉出来啊，各位知道一下啊，有附带这个东西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配件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其实也就是一个飞行背包了啊。飞行背包的话呢却没有上漆啊，直接是一个塑胶的圆形色，那上面的黑色的分件的话呢有一点点消光的感觉，那这个拆下来就直接从后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拨开来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部件把它给扣上去啊，就形成了一个这个飞行背包。这个装载的话呢我想是没有任何问题啊，那我们还是把它给换回它原本的这个造型吧啊。这个是它电影里头呢出现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状态，那有一个很显眼的这个麦卡托纳斯啊的一个贴纸啊。其实整个这个电影里头呢有两个地方让我比较震撼，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个 Orion Pax 呢
帮这个 D16 啊把这个贴纸贴上去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面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啊，就没想到说呢，这个与你可能未来要跟你战斗几百万年的这个标志啊，居然是你自己亲手贴上的啊，这个真的是很唏嘘啊。然后呢，胸口的话呢，这个也是有未来的一个 Megatron 的一个形象了啊。然后呢，腿部的话呢，其实也有点像手枪密卡登的那个感觉，对不对？后面这个地方握柄什么的都非常的接近，应该是说呢，再怎么说也逃不出、跳不出 Megatron 的这个一个基本大概的形象，包括这个圆弧的这个水桶的这个头型。那它的上面这里的话呢，有一些细节的刻画。啊，其实我有点忘记了，这上面是不是有能够照明啊？那它这个眼睛的话呢，是整个是黄色，里头是有做出一个眼珠的刻画啊，但是一片的黄啊，就感觉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惊喜。不过这个价格，台币450块钱一个啊，说实在话，这个 CP 值我只能说是非常的高了啊。可动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个展示了啊。手臂的话呢，手肘是个双动关节，拳头可以替换，自然就可以转动了，腰身也可以转动啊。这个裙甲的话呢，可以稍微做一点调整，而它的这个髋部本身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它要往下延伸下来一点点啊，给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个可动的幅度。反而是手臂的平举呢，以这个造型来说，它的这个地方啊，会去稍微的去限制到，这一点是唯一造型可动上我觉得是比较诟病的地方。膝盖也有90度，脚踝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人物的站立性呢是非常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总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款 D16 啊是这一波里头四个主角里头个子最高最修长的一个，除去银色的漆面太亮啊，没有那种矿工世界里面那种脏污的感觉之外，这个玩具已经是做到非常非常不错了， CP 值超级的高。加上这部电影我已经被圈了粉，而且怎么圈粉，我不是被圈粉了十几年了吗？anyway 这也是基于一种爱屋及乌啊。这个人物的话呢有很多可以聊，特别是这部动画片里头最值得讨论的就是 D16 如何变成 Megatron 这个过程。本来想要一起聊的，但是呢刚好我买的那个 Megatron 居然中奖，两手都是右手，那今天就只先跟各位聊 D16 吧啊。那后续的话呢，这个 Europark 的这个起源系列的玩具呢，我会陆续给大家做开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